好，缩杆子，缩杆子。哎呦，可以哦。好，哎呦，可以哦。等一下哦，要小心，勾这个，勾这个，勾不到，手太短，手太短，勾不到，就差这一点点，差一公分。好吧，那我只能这样子。好，缩杆子，缩杆子。哎呦，好好，勾到，勾到，勾到。我勾不到啊，好像飞的，是不是？飞啊，成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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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，我觉得太可怕，太神了！哇，这边很难，这边要先缩锤子了。啊！血，我要掉下来了啦！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又到了手机试玩单元了。这次要玩游戏呢，比较特别一点，是比较酷手游戏，它的名字叫做 Try Getting Over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玩吧。中文名字的话，应该叫做尝试客服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游戏吧。这种游戏其实它在 Steam 上面有版本。好，开始呢，你会看到一个戴着墨镜、穿着西装的男人，然后拿一个类似很长的铁锤，身上下面是放个箱子啊。然后它是按键，就是这个地方一个按键，左上角的按键可以让你换位置。好，就看你自己习惯了。好，然后这个箭头不能点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呢，你就会看到一个人物呢，拿着那锤子晃来晃去的。它是透过这个锤子在移动啊，移动方向，这是非常有趣的游戏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没有玩过，如果没有玩过的话，你可以体验看看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开始吧。我们看看可以克服到哪里去啊？这就是一个客服游戏。好，这是考验一点你的肌耐力啊，这人的握力跟他的背力非常好，他可以撑起整个身体，有个马桶欸。好，然后 Steam 的上 Steam 版本的话呢，它是在瓶子里面，现在我玩的是 Google Play 的版本，然后其他地方帮我上架呢，哦，下面留那个网址。 iOS 应该是没有上到这一款啊，不过我类似的这款算是做得不错，跟那个 Steam 版本比较像。好，我现在要穿越这石头，稍稍有点点障碍。好，你要让它那个箱子刚好落点落在可以平衡的地方。哎呦哇，力气好大，这是大力士。哎呀，又回来，可又回来了。它最容易卡关就是你又跑到原地了。好，我先稍微接近一点这个石头，好，这边可以，要小心哦。哦，呦呦，要伸长，要伸长，要伸长，好。然后哎，缩短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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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卡关的话，就是位置困在同一个地方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没有抓到的感觉啊。你就是现在手指头，你可以用旋转的方式去操作它的移动。好 ，OK。哎呀，好难啊，好难啊！哦呦呦呦呦，有机会了，飞跃吧，飞跃。知道我会不会在那卡半小时啊？又回来了。哇哦，这个真的很困难哎。因为它这个地方太斜了，哦，可以哦，过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危险哦，这要有耐心哎，你要非常有耐心啊，你要把这个整个身体撑起来以后，然后箱子不能够滑下去，好，过了，顺利来到这个板凳位置，好，我相信大家可以玩玩看，然后可以跟朋友拼时间，因为我觉得这还蛮舒压的，这个真的好好笑，可它的下半身也太短了吧，怎么可以在这里面？哎呦！我觉得我抓到感觉了，可以。哎呀，也要，哎呦，立住！等一下这边有点难关，我先把，哎呀，完蛋！我又回来了，又回来，老大！哇！这个真的是有难易度啊，这不是大家想要那么简单，你一定要自己玩玩看。OK， 好 OK， 哎呦呀，又推回去，哎，可以用推的方式哦，那我用这边推好了，我试试看。我让反方用杠杆原理啊，推，哎，哎呀，可恶，我没有用推的，算了，是土法炼钢好了，慢慢把它伸长一点，然后你勾住这脚胶，往上推，好，推以后你就赶快收杆子，然后再到下一个点的时候上推，哎呀呀呀呀，等，啊，有点危险哦，哎，而且我这个角色好专注的看着他的锤子那个头啊，哎，这怎么勾啊？完蛋！他又回来了，可恶啊！这玩到后面会很生气，就是说怎么又卡到原本的地方？我看已经到上面了，哇，好辛苦啊！这游戏很辛苦哎，跟这个角色一样辛苦。好，缩杆子啊！可恶啊！怎么难前进？这真是要很高超的技巧跟很高超的耐力啊！你必须要有
非常坚信的情操，不然可能要玩这游戏你会暴走，然后摔手机。哇，盲剑客啊！好好好好好，好，我至少先到这个石头上面才行。好，缩杆子，缩杆子，哦哟，哎呦，可以哦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哦，等一下哦，要小心，勾这个，勾不到，手太短，勾不到，就差这一点点，差一公分，好吧，那我只能这样子，好，缩杆子，哎呦，好，勾到，我，加油啊，不要，好，先缩一下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，又弹回来了，可恶！我会不会在这个游戏玩一个小时啊？好，可以。我觉得我妈已经抓到那个诀窍了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可恶，往前一点，我先移动一下好了，好，这边的话要这样子，伸长，好，慢慢的，不要往下斜，拜托。哎呀，关键的时刻啊！啊，成功了！等一下，我现在怎么说？哎呦呦，不对！哎呀，不对啊！哎呦，又回到这边来了！哎呦，一次上来了！这游戏起承转合真的是非常快！哇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可恶啊！这个操控其实我说真的，你只要一失手，它又回到一个位置，你真的会崩溃。可恶！我一定要过关。我今天就不剪接，我看我可以花多久时间把这边过掉。然后如果你今天的时间可以超越我的话，在下面留言给我，说你花了多少时间。好，哎呦，这边会弹回来哎。我发现它要缩杆子，就是你到一个点的时候呢，你要去学会缩杆子。而且这个锤子是有吸引力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拜托不要再回去了，我现在要闹圈的。绕一圈，对，绕一圈，记得顺时钟啊！我抓到你诀窍哦，终于到这里了，我不想再回去了。哎呦，好危险哦！哎呀，不够长，可以，一根锤子撑起全身的力量，哦呦，可以哦！啊，可恶，要有耐心，好，有耐心，加油，不能快，好，这边缩杆子，哦，我学会缩杆子了。再往上拉，等一下，现在会是要往左边吗？是要往左边吗？左边怎么可能过去啊？好吧，算我去往右边好了。我不知道过关点是哪里耶，过关了吗 ？Yes， 哎，不是这边过关吗？他把我推回来，等一下，他把我推回来，所以不是往这里，是往上面，哈哈，我没有过关。我要继续往上面爬，要回去了。哎呀，可恶！完了，我刚刚比较习惯顺时钟，现在逆时钟，我觉得可能有点考验我的技术了。加油啊！差一点啊！好，就到这里。好，哎呦哎呦呦，哇，飞起来！我人怎么飞那么高？好，等一下，这需要点杠杆原理啊。好，往前拉一点。哇！屁啦，勾不到啊！好像飞的，是不是？飞啊！成功了！天哪，我觉得太可怕，太神了啊！成功了！慢慢来！我发现要慢啊，真的不能心急哎！哇，到这里嘞！好，今天如果玩到第二阶段这个桌子空中桌子，请留言给我说，如果你有过的话，好，如果到时候我在 FB 有 po 这个影片的图片的话，你在下面 po 图片啊，各位可以 po 说你玩到哪里。哇，这边很简单，这边要先缩锤子了。啊，血！我要掉下来了啦！可恶啊！好不容易到那么高的地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大概知道这个游戏的节奏了。可恶，又回来了，真的有点难过。真的要慢慢的，绝对不够心急哎。它不是一个心急的游戏，它是一个养生、修身养性的游戏。哦呀，可以，因为它的锤子会稍微有点吸引力，就是你撑住的话，它可以撑住你整个身体。好，等一下这边呢，这边要小心，先过来这里再说。
好，缩锤子，缩锤子，好，我现在呢要来一个逆时钟大回转，逆时钟大回转啊，失败了，哇，这边很难的，我刚刚那边过真的是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小小奇迹感觉，好，好，往这边，伸长，伸长，哇，这游戏很考验技巧层面，修身养气又考验技巧层面。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好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现在把手伸长一点，然后要一鼓作气拉过去啊，不行不行，太慢，好，再一次，哎呦，这游戏真的是很有趣耶，我从来没玩过这种类型游戏，好，可以了，我要冲了，哎，哇，过去啦，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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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，慢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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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顺时钟，顺时钟，顺时钟过来，顺时钟，这边要慢，这边绝对要慢，你千万不能够心急。好，哦，终于到柜子了，终于到柜子了，好，柜子哈，哎，勾这里，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这边真的，一失手你就要重来的，哎呦。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还好。哎呀，到哪里？到沙发了吗？哇，这样完蛋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动。现在好紧张哦。不要啊，不要啊。OK，OK。哦，好，沙发区。沙发区可能要……哇，真不容易耶。啊，又下来了。哇，可恶啊，大崩溃。哎呦，厉害哦，这招厉害哦，新招，嗯，过了，过了，啊，好，我现在来到这里了，哇，玩得好辛苦哦。它这游戏真的是你一失手的话，你又会飞到很远的地方。那我现在的想法是呢，我直接把这锤子往左边打，顺时钟往上面飞的时候，靠一圈顺时钟去扣住那个沙发、啊。如果今天失败的话呢，我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啦，试试看啊，要快速哦，飞啊！啊靠，下来了！啊，怎么难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现在最远只到那个地方、欸，哎，就是你们刚刚看到柜子那里。然后又会掉下来，好、啊，这个游戏呢，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啊。你可以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很有耐心的人的话呢，我现在玩这款游戏以后呢，你会变成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很烦躁的人。对，这游戏的魅力在这里。好，总之呢，这款游戏就介绍给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玩这款游戏的话呢，连结在下面。然后 iOS 的版本呢，我记得我看过有三个啦，可是好像不是这个版本，大家再自己玩玩看吧。然后 Steam 的上面 ，Steam 的游戏里面也有，对，然后这款游戏呢，就还蛮有趣的啦，希望大家可以成功的通关啊！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喜欢，我之后会持续的介绍很多游戏啊，所以呢，记得订阅我，并打开通知铃铛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哦，拜拜。So we're caught up in drama. Everybody's talking, everybody's